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这说的，感觉你就是天下第一贤妻呀。江百合啊，在婚礼那天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一匹长着反骨的野马，我们黎家是很难驯服你的。驯服？妈，我是人，我不是野马。江百合，江百合，你是存心要跟我过不去是吗？哦，我开，我开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大华，来来阿姨，来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哎，叔叔好啊，坐。大华，我们家草草不在家，上班去了。你有什么事情？那个，正好他不在，我也不找草草。那你……我就是想问问叔叔阿姨，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这玩意儿？哎呦，大华，你这抱的谁家的娃？我表姑的。表姑的？哎。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，这……哎呦，哟，大华，我们家草草属耗子的，我们家不养狗，你拿走拿走。别，阿姨阿姨，那个狗拿耗子那是多管闲事儿，但是草草和他之间，我绝对站在耗子那边。哎呦，哦，你快拿走拿走，您帮我养一段时间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草草妈，留着他吧，有了他以后啊，咱们草草和大华之间，可以多走动走动，是好事情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事情。哎，呦，它不咬人吧？不咬，绝对不咬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好乖哦。是啊，毛球，毛球，毛球，哎呀，毛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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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毛球啊！天底下的倒霉事儿都让我碰见了。毛球，你刚说这毛球不能养，得。这毛球就失踪了，妈，您别急啊，我能不急吗？我啊，那是我儿子，我能不急？毛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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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毛球，我已经找了，到处都找不到啊。那是我去看看吧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，丁嫂。哎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？江百合在演戏，你也在演戏啊？还不快给我去找！好，好，毛球，毛球，毛球，养了一群没有用的东西，连个狗都找不着。我走了，你在这儿要安分守己，知足常乐。这虽然没有家里地儿大吧，但起码没人拿你生事儿啊。你放心，百合姐姐要是平安生下宝宝之后，我一定接你回去。脱胎换骨了！哎呀，小声点，声音太大。各位同事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K 歌怎么样？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宁郎，宁夏他已经回来工作了，你打算一直把他留在这儿吗？他已经流产了，我怎么忍心让他这个时候丢了工作？哥，你有时间就多陪陪他。我陪他？你觉得他需要我吗？我觉得你不应该躲在这件事情的后面。得了，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你不用太担心。
我不知道黎副总也在，我只给黎总冲了一杯咖啡，抱歉。没关系，你也不是我的秘书，我如果要喝的话会让我自己的秘书为我冲的。哦对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可以邀请黎副总今天晚上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那好吧，我跟明朗会准时到的。就我们两个人？OK， 那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出去了。明朗，我说了，根本不用担心。李副总，别忘了今天晚上我们的约会，时间和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，就我和你，不然呢还会有谁啊？好，那晚上我们见面再谈。宁秘书今天去哪儿 happy 啊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给记错了，我的生日是明天。这也能记错呀，害得我把晚上约会都推掉了。哎，那个，这个茄子你切成段之后立刻拿水给我泡上，要不然容易变颜色，知道吗？哦。还有呢，就是你平常做菜都是江浙一带的，偏清淡，表姑喜欢重口味的。太咸了对身体不好。你别信那个。还有啊，这茄子回头给我蒸了，蒸了之后再给我和上豆瓣酱，然后呢把咱剔出来那个蟹肉再给我放回去，之后再给我装回蟹壳。大华，大华，装回蟹壳里啊。哎，大华，这么长时间没找到毛球，你跟没事人似的，赶紧给我去找啊。那个不是，表姑父都回来了，我菜还没下锅呢。毛球都丢了你还有心思吃饭呢？赶紧给我找去。大华，厨房有我帮忙呢，你先跟妈去找毛球吧。哼，拜托拜托了。这都几点了，厨房还没准备好，找个会烧菜的保姆这么难吗？大姐，我来帮忙吧。不知道这有多难呢。那还不赶紧去找。怒火可以烧死敌人，但是也可以毁掉自己。那我请教请教黎副总，怎么在烧死别人的时候不烧伤自己呢？这个事情我不懂。你少在那装了，你在我面前还需要装吗？你敢说一直活在你弟弟的阴影里面，对你的命运你就一点怒气都没有吗？宁夏，我告诉你，做一个可怜的女人还有人怜惜，这是一种福气，但是做一个可恨的女人的话让人讨厌，这是晦气，千万别把晦气当成福气。Happy birthday。
百合，嗯，你现在有孕在身，每天这个被我妈盯着，那个被我妈看着，会不会不习惯？怎么会呢？妈也是为我好。不过能利用这次机会把跟妈的关系变得融洽，我觉得是件好事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好久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谈谈心、聊聊天。这里空气这么好，对我们的宝宝应该也会很好。那一定会的，百合。我在想，要不我们两个自己搬出来住吧？我给你一个温馨、温暖的家，让你做一个幸福快乐的妈妈，怎么样？明朗，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我们现在搬出去，妈肯定会生气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先别回去了，我们过一天二人世界吧，好吗？嗯，好。二位晚上好，请问是第一次入住本酒店吗？是的。那二位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？你定吧。嗯，给我们一间好一点的套房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给二位先生小姐安排一间靠近花园的房间。嗯，好的。如果你们明天没有什么急事，我保证你们会被鸟叫声唤醒，而不是闹钟。哦。明朗，我饿了。饿了？麻烦你，我太太是孕妇，不能吃得太油腻。你有什么提议吗？当然，我们有专门的开源营养孕妇餐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麻烦你。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。先生您好，您的房开好了，房号是635，这边请。祝您入住愉快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走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嗯。嗯，挺好的，喜欢。这种心情就对了，你就当是我们坐着泰坦尼克号，然后出海。出海呢，船就沉了，然后就漂流到一个荒岛上面。这荒岛呢，四季如夏，风景秀丽。嗯，正好还有一家酒店。没错，正好还有一家酒店。哎，明朗，嗯，有件事我想事先跟你商量一下。说。将来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自己带，好不好？哦。这个。怎么了？我明白你想说什么，但是。爸妈不一定会同意的。可是你也看到了，孩子还没出生呢，妈就紧张成那个样子，天天守着，我很担心，万一将来孩子由他们带着，肯定会惯坏的，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。我们和爸妈是两代人，两代人呢就会有两代人不同的社会环境，不同的思想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带。难道你不想看到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一天一天成长吗？嗯，这样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到时候再商量吧，好吗？不行，你现在就要答应我。那到时候你可别嫌烦啊。小朋友不闹的时候是挺可爱的，但是什么拉屎啊，然后一哭闹啊，那可是世界末日来了。你别看人家带小孩挺简单的，推推小车，去晒晒太阳，去逛逛商场这样的，人家闹腾的时候可没告诉你呢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作为妈妈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呀。那你作为爸爸，你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？我当然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就定好了，我们的孩子自己带，好不好？好。嗯哎，我的饭来了。OK， 来了。先生，这是您的晚餐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，开源九龙湖度假村将竭诚为您服务。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百合。哎。吃饭了。太好了，我和宝宝都饿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打胎药。
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看着你睡觉的样子，就想起你们姐俩小时候。啊，我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够。不知道你妹妹她现在在哪儿？怎么又说妹妹啊？现在讲这些干什么？哎，我哥呢？哦，你哥他昨天等了你一晚上，一早他就回学校去了。啊，他走了？嗯，他给你留了一封信。什么信？哎，谁呀？我去。哦。嗨！哎呦，怎么是你啊？我家不欢迎你来。别，红衣，红衣，红衣！别别别，红衣，别进来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去，就帮一个忙。我不能去，就帮一个忙。我真的不能帮。宁秘书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说巧不巧？啊，红衣跟我表姑，一个地方人。你看，你看，缘分呢？那么多保姆，我表姑一眼就看上红衣了，啊？我知道这事儿吧，挺难为你的，你就勉为其难，你就把红衣让出来吧。哎哎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又不是个东西，说让就让了。您当然不是东西，不是，您是东西，不，我不是东西，行吗？求您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不去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，红衣，赶紧走。你先回房间，我跟大华说几句话。我，你先回去。哎，那红姨，您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我不考虑，您再考虑考虑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正好想辞了他呢，因为他太好管闲事了。哎，要不你先别急，晚上呢，我就想办法让他去离家报道。真的啊？行行行行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哥。聂郎。嗯。你们在哪里啊？哦，我跟百合出来散散心，可能这两天就先不回去了。哦，这样。那你们在外面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明朗，是大哥催我们回去了吗？没有，他就问一下我们在哪儿。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吧。你想回去啊？嗯。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爸妈了。记得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，特别兴奋地向爸妈宣布，说我以后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陪他们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个时间这么短，现在我再也牵不到他们的手了。我现在觉得，人生真的好短。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明朗，我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百合，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所以你的家人也是我和宝宝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我要更努力，试着去做一个好儿媳、好妻子、好妈妈。能够遇到你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。来，大华走了。来来，我都说不去吗？您坐着。这个呀，是我用第一个月攒下来的工资买的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要是找到我的妈妈，我一定会亲手给她戴上。来，
给我？妈，真好看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妈。妈，你终于叫我妈了，你终于认我这个妈了，赵迪。妈就盼着这一天呢，赵迪，我的女儿，赵迪。赵迪，妈，妈，你别哭了。你看你这一哭，把我心里哭得怪难受的。好，你看，咱们俩现在不是团聚了吗？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好，以后咱们俩就相依为命，再不受那些坏人欺负了。可是我的心里过意不去，妈。现在李明朗和江百合在一起，但是我的孩子没了，被他们给害没了。这老天为什么让我的女儿命这么苦啊？妈，妈，妈，咱别哭啊！我们现在不能哭，我们要是哭，他们就在后面笑话我们呢。你去帮我把明朗抢回来好不好？啊，就算是抢不回来，我也不能让那个江百合好过。行，你让妈做什么，妈都为你去做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妈都愿意为你去做啊。妈，只要你现在顺着那个妖老婆子的意，去离家当了保姆，我就什么都好做了。我去离家当保姆？我知道让您去离家当保姆，委屈您了。但只有您去了离家，我们才能狠狠地下手。可是，不能让江百合和黎明朗过得这么舒心。还有那个妖老太婆，她居然利用我，我不能让她好过。可是我们那么做，是不是太恶了？会遭雷劈的。怎么会呢？这事儿是我让你去做的，要劈也得劈死我呀！不不不！快呸呸呸！别这么说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妈为你去做，妈去，妈这就去给那个大华打电话，好吗？哎，赵弟，你等我一下。赵弟，赵弟，你看，这块玉佩是我给你们姐妹俩准备的，这是咱们家祖上传下来的。妈就盼着找到你们姐妹俩的那一天，把它交给你们俩。来，妈给你戴上。江百合呀，江百合，毛球还没找到呢，你倒是逍遥，拉着明朗连家都不回。哼！妈，怎么了？一个人闷闷不乐的。唉。人家都说养儿防老，你看看这明朗，那我分明就是给江百合生了一个好老公，我倒成了恶婆婆了。当时就是不应该听你的，就是不应该让江百合进门，这一步走错，
步步都错。命运啊，他是负责洗牌的，可是打牌的是我们自己啊。玩家拿了一手烂牌，只要继续努力，一样可以有翻盘的时候。怎么讲？对江百合好一点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在帮谁呀？你想想看，现在江百合拥有的股权跟我老爸的数目是一样的，可以说是平起平坐。如果你得罪了江百合，我们黎家也是没有好日子过的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只要百合不理公司的事，黎江依然掌握在我们黎家手中。有道理，那我就听你的，对江百合好一点，说不定他一高兴就慷慨解囊了呢。可是我有点心不甘。做大事的人抓大不抓小，这些过程根本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结果。再说了，百合其实不难讨好，只要妈你对她一笑，她就受用不止了。好，听你的。表姑，表姑，表姑，你看谁来了？来就来呗，你咋呼什么呀你？哦，老板，我叫赵红花。哎，您看，我这是从老家给您带的蜂蜜，您尝尝，我送给您的。哎，你不是上一次跑了的那个保姆吗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惊喜。哦，怎么样，转了一圈还是觉得我们家最好吧？好吧，大华，就让他住百合原来住过的那间房间吧，先试用一个月，再看看吧。哎，谢谢老板，去吧。百合，来，我们继续。哎呀！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快！哎呦，腰扭了，不能动了。哎呦，这儿啊，哎呀，疼吗？疼，快到我房间去，把那瓶红花油给我砸来。哎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真是人老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。老板，你扭腰了？是，你别动啊，我给您捏捏。啊，你还会按摩啊？会，在农村他们落枕呐，扭脖子都是我来治的，您忍着点啊。哎，好点没有？过来了吧？啊，你别说啊。还真能动了，哎呦，你还有这手艺呢！哎，以后啊，别老板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一次你说咱俩是老乡，对吧？你就别叫老板这么生疏了。不行，那不是坏了规矩了吗？赵红花，以后啊，你到我们家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在我们家，我就是规矩，我说了算。知道了吗？来吧，我这腿还有点不舒服。哪不舒服？就是这条小腿，哎呦，特别重。您站好了啊！啊，好，来吧。哎呀，我也扭腰了。叫你扭。哎呦，哎呀，没人呢，估计啊，这小丫头又喝多了。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那门没锁，我这不就进来了吗？不是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找你呀，我卖消息给你，结果那姓秦的跑了，那王八蛋现在欠我钱还没还呢。那你找他要去啊？
我要是能找着他，我能来找你吗？这姓秦的一跑，那可就断了我的财路了。我之前给你的那些钱呢？哎，最近这有点背，全输了。哎呀！哎，你说我这消息是不是帮了黎家和江家的大忙？哎，我说，不然你管江百合给我要点钱，我就不来找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少给我提江百合，他把我孩子害死了，我现在恨不得让他给我孩子陪葬。那我不管。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在你们家住下。哼！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你还赖在我这儿是吧？哎，哎，我二姨呢？你二姨去黎家给人家当保姆了。你有什么事情去找她，你别赖在我这儿啊！你当我傻呀？啊，这时候去黎家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你这儿住下喽。行啊，你就赖在这儿是吧？啊，我现在报警。报！赶紧报！啊，你要是报警啊，我还有饭吃。等我出来，我就天天到漓江去缠着你。报吧！啊，你要挟我是吧？嗯，好好好，我找你二姨来整你。去，找去！哎呀，我怕死你了哟！看够了没有啊？啊，原来你早就醒了。今天是周末，让我多睡会儿吧。明朗，我这几天跟新来的红姨学会了按摩，还学会了几道妈最爱吃的家乡菜，心情呢是非常的好。是吗？学会按摩，学会做菜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嗯。百合，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妈开心。你是天底下最好、最完美的女人。我希望我们的宝宝就像他的妈妈一样，把妈妈的美德传承下去，一代一代传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怎么没有啊？不说了，我们睡觉吧。哎，睡觉？你干嘛你？明朗。嗯。还给你，不要他了。他跟你亲，你怎么这么没人性啊？我爸妈年龄大了，养个花花草草还行，这个小玩意儿，你说我爸妈能受得了吗？哎，他昨天晚上拉了一晚上肚子，我可陪他打了整整一晚上的吊瓶，你要累死我们呀！哎呀，草草啊，你这么有爱心呐！啊，毛球，赶快叫妈妈。谁是他妈呀？毛球叫爸爸。好死啊你！想的还真美呢你。毛球！毛球！哎呀，我的宝贝！你去哪儿了？妈妈想死你了。哎，毛球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呀？豆花，你快告诉他我来他家干什么。说。因为我怕得弓形虫，所以就……林草草。
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绑架？所谓绑架就是犯法的。动物虽然是动物，但它也是一条生命。难道你就不懂法律吗？要我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！快走！大华，要我，真的啊！要我！弓形虫是什么病啊？啊！弓形虫，咬死你！活该！你去帮我把明朗抢回来好不好？就算是抢不回来，我也不能让那个江百合好过。妈，只要你现在顺着那个妖老婆子的意，去离家当了保姆，我就什么都好做了。妈，到离家之后，首先要让江百合吃好用好享受好。我列个清单，你照着菜单买菜，记住了。红姨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，你不会。我会，我来吧，你去忙别的吧。你小心点。好。哎呦，这小妮子还不回来，这是诚心想饿死我呀。不行，我得找我二姨救命去。来，我们先干一杯啊。来。哎呀，不错不错。红姨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啊？太太，我刚来你们家，也不知道您的口味，这都是大华教我的。他说今天有孕妇，特意做了几道营养的菜。哦，百合多吃点啊。大华呀，这一回我还真是要表扬你啊，看人的眼光不错哦。那是，我可是三顾茅庐，用我三寸不烂之舌才把红姨给抢过来的。太夸张了吧？啊，行了，给你个棒槌你就认真，去，忙去吧。哎，海娜，多吃点啊。李天，你也照顾一下艾娜。好，来。红姨，谢谢。你把这个螃蟹给百合加一点。好，虾兵蟹将嘛。哎，等，他不能吃这个。怎么了？太凉了。啊，红姨，那你赶紧去热一下。太太，我刚蒸出来的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螃蟹属于凉性的食物，孕妇不能吃。哦，那好吧，来，给她盛一碗甲鱼乌鸡汤。好。哎，这个也不能喝，不行。明朗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这个也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喝的。不是网上说的，这甲鱼、螃蟹还有海带都是凉性的食物。孕妇不能吃，吃了会滑胎的。啊，滑胎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就是那么严重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，我再去给百合另外做一个汤。哎，红姨，不用了，这不怪您。红姨，去给百合再做个汤。哎，明朗，网上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准确的，都没有科学依据。不用当真的。哎，百合啊，还是小心为好啊。明朗，我当年怀你的时候也没那么多规矩啊，你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你这样吧，我们也不担责任啊，你把这个孕妇不能吃的都列一单子。好，我一会儿列好了就交给红姨。明朗，你真的好细心啊，真是个好男人。来，我们呢，动筷，大家吃啊，快吃。这个菜可以吃，来，多吃点。我夹给你啊。
明朗，你又没怀孕，你吃螃蟹吧。行。红姨。